被解封专栏了，好啊。完全是他的，从那个前锋，真的莫名其妙休机，真的莫名其妙休机，然后，对啊，然后又莫名其妙直接给他打我。闪现失败，哇，卡住了！ Fuck you！ 啊啊啊啊！啊啊啊！你以为我要跳那里？我就是没有要跳鸟笼，你管我？别救我！嗯，哇，你还真的穿洞啊！嗯，来追我了，那你打去地下室干嘛？机子在哪里？你看，就是有这种队友，你没事来给搞什么？秒倒！我溜好好溜爽爽的，你倒什么倒？西区加油加油！大笑大笑大笑！你们就爽爽的躺分，难吗？很难吗？没事倒几卡来这边自杀干嘛？不会溜还要溜？你跟我说。给熬啥？啊，到底谁给熬啥？真的，我懵逼耶！好好的，真的好好的，你就这样子哦。啊，到底。走走走！
结果最后也是我 carry 的。